岁左右的孩子在一起玩鞭炮，身边没有父母陪同。只见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孩将点燃的鞭炮塞进窨井盖的井孔。过了几秒钟，从下水道中喷出了3米多高的火舌，井盖顿时被炸飞。庆幸的是，男孩受到惊吓后立刻跑开，并没有受到伤害。我水道窨井盖大概有130斤到140斤的窨井盖，比大多少。